不起啊，因为他们发现到后面的位置几乎都被占满了，哇，那我可以坐往哪里去啊？没想到工作的同仁要引导我们到第一排来，直接面对讲者。其实大家都是平常站在讲台前面的人，但是一旦啊换了位置，哎，人家说什么？换了屁股还是换了位置，然后就换了脑袋啊。所以一旦当学生，一旦当学员，学生的心情就跑出来了啊。正好躲在一个大家都看不到我的舒适圈里面，啊，老师也不会点名点到我，啊，不过我上课啊的习惯，通常都点最角落的，所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在最安全的地方，啊，所以前面几位老师不要害怕，不过你们也要从你们刚刚的担心害怕的经验汲取一个教训啊，就是上课不要迟到。啊好，很高兴今天跟这么多老师哈，这个来一起分享生命教育的点点滴滴哈。很可惜校长跑掉了啊，我刚听了他的话啊，也还蛮有感触的，这个吴迪柱校长啊，算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校长啊。很多人当了校长之后，就开始变得不太像人啊。但很可惜，这位向人的校长不能听到我的演讲啊，可是也没关系，他已经蛮向人的，说不定也不是很需要听我的演讲。希望备用校长要继续保持向人的样子啊。没有，其实我不是一个会讲笑话的老师，我平常上课很严肃的哈。好，要怎么开始呢？特别是有刚刚吴迪柱校长他的这一段很感人的分享。其实只要我们的心不是死的，生命生活当中常有很多让我们感动的事情。当我们的心不再感动，哇，你恐怕不要想说能够好好的陪伴学生了，你自己的生命就出了问题了，是不是啊？那如果我们的心是活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能够在很多事情上面经验到一种感动，经验到一种生命的不可思议啊。我一来就这个听到校长先私下跟我讲了那样的一个故事啊。前一阵子不是那个 Boston 的这个爆炸，现场死了三个人啊，哇，没想到那个新闻，我稍微分享一下，台下一个学生就分享，哎，他一个家里面三兄弟姐妹，可是就是老大哥哥最不学好，好，所以一直都就是处在被记过啊、辍学啊，好，国中也没毕业，好，也是一样骑摩托车，三个人跟人家一起骑摩托车，在一个大转弯的时候被甩出去，然后被对向过来的卡车就碾毙了，好，那学生讲到他的哥哥，这个学生在台大。啊，就是妹妹可以上台大财经系，哥哥国中毕业，一样米养百样人，啊，一娘生九子，九个小孩都不一样。所以一方面人有环境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很复杂啊。结果呢，跟他哥哥是夹在中间，那前面骑摩托车的跟最后那个。都只是很轻微的受伤，就是在中间的他可能也许没有地方抓手吧，哈，咻就飞出去，然后被对向的卡车就撞死了。好，那个中国女孩也是跟三个，他们也是三个人一起去看这个波士顿的马拉松比赛，就他一个人被炸死，另外一个是轻伤，另外一个是毫发无伤。好，你看三个朋友一起出去。早上还在 Facebook 留一个夜，好，美好的早餐，美妙的一天，好，然后谁想得到这个没办法看到明天的太阳，这就是人生。其实我们如果多留心，我们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经验。我猜刚刚校长在讲那一段故事的时候，说不定下面的某个老师心里面也在淌血，心里面也在想着自己的一个类似的经验。好，我基本上是一个哲学家，思考问题的人。好，
我对于教育工作者其实一直都非常非常的敬佩，因为我觉得教育真的非常非常困难。好，那这个困难也从刚刚这位有血有肉的吴校长的口中说出来。好，什么样的一种困难呢？就是言者谆谆，听者渺渺，这很困难。尤其你们国中老师，国小老师还好哈，可能稍微好一点哈，年纪越小越听话哈。但是慢慢进到他自己的青春期，那小孩子就是进到一个非常非常狂飙的阶段。国中老师，哦，我觉得国中老师我真的太佩服你们了哈。怎么样带这样的小孩子啊？我自己有三个小孩，哈，一个已经大学毕业，现在在工作；一个现在大一，另外一个高二。前面两个已经从狂飙起安全着陆，哈，那第三个目前还在狂飙当中，还没有着陆。称我为生命教育的巨擘，实在不敢当。哈，我自己的小孩子我都没办法把他管好，我自己小孩子我都没有办法。我都没办法强迫他按照我觉得对的方向走，而且我是个思想家，我对于什么是对的事情，不是只是有一种政治正确的认识，我对于什么是对的事情，还有一种后面的一种反思。我觉得这种反思很重要。好，不过当然，我刚说我佩服各位哈，因为我觉得即使你是一个很有反思能力的人，你不是一个教宗教校。只会讲一些政治正确、教育正确的话给学生听。你对那些你认为正确的东西，你是有内在的体会，你是有经过一种内在的批判思考。好，我觉得这种批判思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国内外都越来越重视批判思考，可是这个重视是真的重视吗？还是只是写在社会学习领域？或自然与科技学习领域的某些主题轴里面有强调批判思考，可是我们的老师真的准备好，真的有相关的素养，真的有过相关的从阅读啊 critical thinking 这两个英文字，你如果在网络上打它，你就发现到它不是一个好听的口号，你会发现到有非常非常多的文献讨论这个概念。哎，你去 Wikipedia， 你把这两个字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考，你把它改成中文，哎，你就会发现到竟然连中文的 Wiki 也有，而且下面还有很多的注解。我鼓励你们好好的去看这些文章，连注解都去看。好，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我们对于很多政治正确的、教育正确的理念，我们很难说之以理。我们很难跟学生讲道理，更何况我刚刚已经先说我很佩服各位，更何况这些个小蛮牛，这些个在狂飙期的小畜生，你就算睡之以理动之以情，他还不一定听你。更何况如果你自己都还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好，你自己在讲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时候，你自己心里面是空的、空洞的，它是一个像口号一样，过去就是这样灌输到你的脑子里面去，你就理所当然的 take for granted， 你理所当然的把它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你自己从来没思考过，人生真的是以服务为目的吗？为什么？不是有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吗？那人生为什么会要以服务为目的？这样到底有没有道理？蒋中正先生说，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机器的生命，为什么？真的是这样吗？那如果我不能生育，我的小孩，我的生命是不是就没有意义？啊，如果生命的意义只能够从创造宇宙汲取的生命来理解，那我不能生小孩，我不生，或我决定不生小孩，我的生命是没意义的，是这样子吗？我们需要对所有这些议题多一点的思考吧，多一点的思考，多一点的生命当中的感动，在我们的教育生涯里面，我们才有机会成为一个动之以情、碎之以理的老师。而我们能够努力的做到一个动之以情、碎之以理的老师，都还不保证我们教育会成功。我们面对了什么样的牛鬼蛇神？我们面对什么样的一个社会文化？孩子们，当某种年龄开始，
智慧型手机，我今天就没带我的智慧型手机。哈，那前天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说现在不只是青少年，连成年都有那个手机中毒症啊，就是好像非常非常的 addiction， 非常非常的手机成瘾。好，时刻要去 line 一下，检查一个 message 啊，看个什么东西有的没的的，哈，其实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时间。好，但是现在小孩子，这个真的是连对我们大人，如果手机都能够是一个问题，或者是电脑都能是一个问题。我当初就是学电脑的，好，我很深的感受到，这个东西只能是工具，不应该是生命的中心。啊，人才是目的，啊，所以我从那个领域里面出来了，啊，不过我能够从那个领域里面出来，并不代表我就不会成为成瘾者，还是有可能。这人的自觉，人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时时刻刻的警醒，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看，连我们成人都这样困难了，那你们就可以稍微如果将心比心，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孩子面对多大的困难。他们的心性不成熟，他们对世界充满好奇，他们血气方刚，他们对异性、对各种的就欲求、好奇心，好，他们还没有很好的 EQ， 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的整个人，他们的自我察觉能力还不够，因为有时候连我们大人自我察觉能力都不够啊，啊，而且说实在，要怎么样教学生自我的察觉？要怎么样教学生反省？要怎么教学生有错要认错，体验到错？认错不是你一定要道歉，你不道歉我就认记过，或你在爱校服务。爱校服务这四个字，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太缺乏思考，什么是爱校服务？那好，变成这种处罚哈，学生听到爱校服务就是跟你处罚连接起来。那你能不能达到这个爱校服务这四个字的目的，让学生体会到爱校？体会到服务的价值。好，现在孩子面对的诱惑原来实在太大，然后他们的人格的整个的状况，好，也许老师在上面教宗教校，他们在下面看着手机里面的色情影片，好，还在透过 LINE 互相跟隔壁的分享一下，好，一个连结过去，他也马上旁边的也可以看到我正在欣赏的裸女的姿态。老师在上面教通教校，你说你要怎么教育？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你们的工作真的很艰难。我已经很长没有跟国中老师或国小老师讲话了。好，我刚开始推动生命教育的时候，其实关心比较为主的啊是国中国小的生命教育，但是后来1992年，教育部开始推动高中的课纲改革，啊，那我受邀请去担任高中生命教育类选修课的课纲的召集人的工作，那之后课纲发展出来了，那也要再继续协助教育部发展相关的配套的措施，包含了生命教育的师资培育，好，该有的学分的一览表里面的复杂的学分的规划，好，以及我后来就自己跳下海去做师资培育的工作，哈。我现在我们台大已经培育出全国高中第二专长生命教育的老师大概超过500个了，好，那目前是第六期，那每一期有2年的时间，30个学分，好，所以你看一个要成为一个能够说之以理，还不要讲动之以情，好，说之以理的人，那你后面是需要装备的嘛，好，那这些装备不是一触可及的，这些装备是需要浸润经营深化广化的一个过程，哈，那不过这也使得过去7、8年，哈，我一直都是在高中这个领域，我的社会服务的部分一直都在高中这个领域，哈，比较少有机会跟国中国小的老师们见面，哈，但是我在做高中的那个计划，高中的课纲计划之前，我自己做的第一个大规模的跟台北市教育局合作的生命教育的计划叫做生命教育教学资源建构计划，那个计划是以国中老师为主，而且那时候感觉高中很渺渺没有希望，好，因为我们当中参与的高中老师有几位
好，然后后来其实都在生命教育领域里面，我觉得都有非常好的表现哈。但是他们常常跟我讲说，啊，我们高中就是要升学，朱老师你不用想了，哈，这个高中就是高中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升大学，好，所以不可能重视这一块。你从我们报名的四五十个当中，我们高中老师只有四五个，你就知道了嘛，啊，国中国小在小明的当时的引导下，这个风起云涌，的确在国中国小比较容易推。然后我也在那一个时机里面，刚好教育部正在推九年一贯的课程，所以我也很仔细的去检视了九年一贯，比如说七大学习领域，还有一些重大的议题。但我其实也突然发现到当中有不少生命教育的元素。那什么叫做发现到当中有不少生命教育的元素？对一个思想家、哲学工作者而言，就是我要先清楚界定什么是生命教育啊，否则生命很包山包海啊，什么都是生命教育啊。我有一次跟现在的国教师开会，请他们说明一下他们如何理解生命教育。我发现到他们把青蛙实验都当生命教育，好，或者是一些生物的一些都当成生命教育。然后我说，那你们这样的生命教育太过包山包海了，好，那这样使得我们教育变成漫无目标。你太大变成没有目标，没有明确的一个理念跟方向。事实上我觉得九年一贯当中有很多生命教育的元素，如果我们先清楚地厘清什么是生命教育，那在今天的我的分享当中，我就是愿意带大家去厘清一下生命教育的内涵。好，这是今天的一个重点。好，那我们目前也在推动十二年国教的教育改革，大家在新闻上比较熟悉的都是跟这个排不排富啊、免不免学费啊这些制度层次的议题，好，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事实上教育部也意识到这个每一个教育或者是课程课纲的改革，课程的改革，每一次的教育改革都应该包含了课程跟课纲的一个改革，所以目前也是由国立教育研究院在负责统筹十二年国教的课纲的改革。好，那我目前也有参与其间，好，希望把高中推动生命教育的经验先平行的移植并且转化到高职，因为高职目前没有生命教育的课程纲要，但是事实上是同一个后期中等教育的这个学习阶段，都是面对十五岁到十八岁的孩子。那高职只需要再增加高职的一些特性，好，譬如说有关于职场伦理的一些东西，其实高中目前我们发展的生命教育的内涵是很适合在高职这一块。好，那另外的话就是九年一贯这一块，哈，那一直到学前，目前在规划的课纲是从幼保的课纲一直到十二年级的课纲。好，那我自己参与从幼保到十二年，好，十二年级，这个生命教育这个部分要如何的进入到课纲里面去，好，进入到我们的学习的正式的课程纲要里面去。所以事实上生命教育真正讲起来，我觉得它是应该包含至少两三个部分，好了，可以这样讲哈。它应该是包含了正式课程的部分，应该包含了这个融入式课程的部分，再来应该包含潜在课程的部分。好，那正式课程也就是说它应该是有它自己的教学的单元。好，譬如说我刚起了一个议题，好，人生是以服务为目的吗？好，那人生到底是以什么为目的？大家年纪大了一点，你们现在在市面上翻开一些跟宗教跟人生有关的畅销书，你可能就会看到不同的答案。你可能会听到达赖喇嘛告诉你，我其实也相当认同，人生以快乐为目的。好，那你如果是一个不思不考的人，你从小你的心里面就烙印着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印记。你如果是一个不思不考的人，你现在接受一个新的观念，人生以快乐为目的，你好像也不会发觉这中间有什么矛盾呢？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如果我现在引导你去思考，你就会发现到人生以快乐为目的跟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这是两个不太一样的概念吧？那这两个概念是相辅相成的呢，还是互相矛盾的呢？好，是不是需要经过一番思考的过程？
这个思考而且不能够只是抽象的逻辑思考，应该要结合到生命的经验。好，那生命的经验，譬如说我随便讲一个，青年守则里面有没有一句话说什么是快乐资本？助人是快乐资本。嗯，好，所以这样有没有看见服务跟快乐有某种连结？好，可是我们再继续去问，你助人的时候要想的是对方的快乐还是你自己的快乐？真正的助人想的是对方的快乐还是自己的快乐？对方的快乐吧。好，我帮助你，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因为我要追求我自己的快乐。你觉得对方听起来的感觉是什么？好，我认识一个故事，有一个这个比丘尼的僧团，哈，住了一群比丘尼，哈，女性的僧侣，哈，还有一个老的这个比丘尼，年纪大，老了。好，也比较臭，年纪大的有时候起来就比较邋遢，外貌看起来也比较不像年轻人光鲜亮丽。好，年轻人也有精力去打扮自己，年纪大的人有时候还会有尿骚味，身上就是很多因素造成，就是他们就是好，这些都是让我们年轻人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觉得很嫌恶的东西，是不是？好，但是在这个僧团里面就有一个年轻的比丘尼。特别的照顾他，好，对他非常非常好，对他非常非常悉心的、贴心的这个照顾。这个老的比丘尼邋邋遢遢的，有点身上带着异味的老的比丘尼，就有一次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好，而为了佛祖的缘故。你觉得这个老的比丘尼听起来的感觉是什么？好，你也不能说他错，但是也有点不是那么舒服，不是为了我，你并不爱我。好 ，OK， 好，所以青年守则上讲助人为快乐资本，助他表示说助人可以带来快乐，但是我们对这句话要不要经过一种批判性的思考去检视它？所谓批判性思考，并不是要你对什么事情都要批判都要反对。是说你在采取特定立场之前，你要经过一个慎思明辨的过程，你要把相关的假设、支持相关假设的各种的事实，事实不会只有一面，所以我们说不要听一面之词啊。事实对同一个事实，有时候还会有不同的诠释，所以为什么会同一个事件会罗生门？因为每一个人看的角度不一样。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常常会有跟别人看同一件事情角度不一样的经验？有时候我们对于别人为什么跟我的角度不一样，好不能忍耐。可是如果你学习，有时候换位置要换脑袋，即使没换位置，你可以学习，我设身处地想，我如果是坐在最后面那个同学，他会有什么感觉？他跟老师之间的距离，对他的心理会有什么感觉？就最前面是什么感觉？因为我们平常其实你有各种经验，所以即使你现在在某一个特定的位置上，你还是有可能，如果你的想象力够丰富，想象力我认为也是生命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啊。如果你想象力够丰富，你就可以让自己现在设身处地，虽然你人不在那里，你可以让你神游那个位置，从那个位置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一个人缺乏这种想象力，就不容易同理别人。就容易发生冲突，就容易对别人的不同的观点完全觉得他不可理喻，莫名其妙。你看莫名其妙这四个字其实很好玩啊，莫名其妙通常已经是一个中性的话还是一个骂人的话？骂人的话。好，可是你真正分析它的中性，你分析它的内涵，你会发现到它的内涵是中性的，是我不知道其中的奥妙。而你不知道其中方面，你有什么好对他生气的呢？是你不知道你自己的问题是你，是你不知道在这当中的奥妙，有问题的是你不是他。为什么莫名其妙的是他不是你呢？是你莫名其妙吧，是不是？当你觉得某个事情莫名其妙的时候，事实上有问题的很可能不是他，有问题的是你自己，是因为你无法明白其中的奥妙。好，
我觉得我在生活当中常常有这种经验。我那一天上我们教堂去，我们教堂就是一个很窄的一个巷子，好，然后前面有一个门，然后门前又有一个巷子的路，然后常常有人脚踏车喜欢停在那个门口的巷子，然后我们要九十度转过去，实在就是会如果有脚踏车停在这边，你很难这样转过去。但是已经久了，我其实也大概知道，那脚踏车这边是门柱，它只要稍微过去十公分，我很轻松可以过去。可是如果它蛮贴的那个门柱，我其实我会有点担心。好，那我要开车，但要转过去，我发现到这边有一台脚踏车，然后前面来了一个人，也要走路，要左，他要从他的角度还叫做左转进我们那个教堂。然后因为只是台脚踏车嘛，有时候是停摩托车，停摩托车我通常就会叫儿子下去，因为摩托车比较重。然后对面走来是一个女士，好，哦，我就指指她，好，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把他脚踏车稍微移过去一点？好，但是他看到这个动作，哦，好，他就直接，好，他以为我让他快步先走进去。我在想，哇嘞，你快步走进去，你堵在我前面，我反而变成我。其实如果真的要先让车子先走，你在外人在后面走比较好。可是问题是，他没看懂我的手势啊，他以为是。我就叫他先走，所以他就过去了。当他一问，他发现到我在那边转弯有点困难，他就回过头来看我，好，同时看那个脚踏车跟我的右边的车子的距离，哈，他没有采取任何的动作，因为他的眼光看过去，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很大。但是我坐在我的驾驶座上面，我其实很我一开始就希望他帮我把那个车子稍微移过去一点嘛，哈，所以。我看他的眼神没有任何要来帮助我的意思，可是我却很没有把握我过得去。好，然后我开始去思考，为什么他不来帮助我？我的手势应该也算清楚，就是你帮我把车子移走，是因为从他的眼光来看，那个车子并没有，你不会撞到那个车子，你不会撞到那台脚踏车。但从我的眼光，从我的感觉来看，我会撞到那台脚踏车。所以不是他莫名其妙，是你不知道他的感觉，你莫名其妙。我这边不，我都是回到中性这个字啊，不是骂人哈，是我莫名他的奇妙。所以我们人就是我们要学习这些是一些基本的装备。好，有这些基本装备，我们都还不一定能够当一个好的老师。没有这些基本装备，我觉得可能就更困难。我常觉得记学生过真的不是办法。说实在的，我觉得我们大家非常好好思考，这个国小国中的这个阶段的孩子记过，或者说处，不是，我不是说非要处罚，要处罚，要有纪律。他们这个阶段就是小畜生，非理性动物啊。虽然我们人是理性动物，按定义，理想上是理性动物。但是在某个阶段呢，就是非理性动物，好，蛮非理性的，好，需要一些 discipline， 好，需要这个金刚的怒念，好。但是我们也讲要恩威并施，好，仁慈跟正义，仁慈跟纪律。我觉得这个平衡怎么拿捏？我觉得在现代的教育，可能大家更需要好好集思广益，好。那无论如何，你看，就像刚刚校长所说的，这个孩子怎么能够被记十之大过？我真的很不能明白。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校长有提到这个同学来自一个弱势家庭，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爸妈不在身边，妈妈好像走了，对，跑掉了哈，然后只跟祖父母、阿公阿嬷、妈妈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然后阿公阿妈又是低收入户，你可以想象这个孩子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如果你做过家庭拜访过这样的家庭，而不是只去那个能够当家长会代表，在我们板桥的这个新板特区的豪宅区，好，你不是只去拜访这些孩子的家长，如果你有做家庭访问的话，好，你如果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弱势家庭，
去看一下他生活的情境。我觉得你如果扪心自问，你如果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你问你自己，你会觉得你太幸运，你今天能够成为一个老师，你今天能够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有这样的一个知识，你不要以为靠你自己的努力啊。你的家庭、你的环境、你的父母提供给我们多少的资源，努力，你也要有空间跟时间努力啊。有一些孩子根本没有这种空间，没有这种时间啊。妈妈就是要去夜市摆小摊，就是叫他要一定要跟着去，要写功课，哪有什么写功课，先洗碗筷，还写什么功课啊？所以就说，怎么可以让一个国中生背弃十之大过？我觉得出了问题是我们大人啊，从他家庭有问题啊，可是我们教育工作者面对这样的一个孩子。你不，你看，就像大禹，大禹治水要怎么治水？要疏导，你不是用围堵吗？我常常觉得记过这种做法，基本上就是一种我觉得当老师跟学生之间，已经必须要用记过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我觉得已经只能训导，没办法辅导。没办法辅导，对我而言意味的就是你没有办法陪伴这个孩子了，你没有办法让他的心对你打开，你没有办法让他信任你，你没有办法让他觉得这世界上有人值得他信任。你知道有些小孩子，我猜这个孩子就不例外。我昨天听到李建雄老师的演讲，他到我们，我昨天刚从一个工作坊结束，帮我们台大40位教授办生命教育工作坊，办2天1夜。然后非常好的工作坊，是连台大老师都很需要，都需要生命教育。好，否则他们就是在某些专业领域里面的知识巨人，可是对整个生命是混沌。医学院的教授竟然超过一半想自杀，我医学院的教授一半觉得生命很混沌，没有意义。哇，这是怎么回事？好，我们国家是怎么了？好，李建雄老师说他一直到读高中，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人对他说过任何一句赞美的话。好幸运啊，后来竟然能够当大学校长，经过了很多很奇特的因缘。好，所以我刚稍微看一下这个研习手册啊，这个最前面这里有看见爱的力量。其实我也想把它反过来写啊，爱给我们看见的力量。好，当你爱一个孩子，你就会看见他，你不只是看见他可恶的外表、粗暴的言语、轻佻的挑战你的教学权威。我们每一个老师在教室里面就是一个王啊，啊，挑战你作为王，哈、啊，作为你的这个班级里面的这个王，哈、啊，独裁者的权威。好，你不只看见他这个可恶的外表，你看见他可怜的内在，你看见他来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家庭，功能不彰，从小就走在荒漠之中，有着爱的匮乏的长期的爱的匮乏的生命经验，而且还是在生命这么幼嫩的时期，这么不成熟，不知道东南西北方向的非理性的时期，而他的环境呢，是一个爱的荒漠。这样的一个环境使得他从出生下来的时候，啊，你看前一阵子不是常常有做，不是前一阵子啊，我们常常听到一种新闻，国中9月堕胎潮，啊，国中的女生怀孕，好，就在厕所哪里洗水槽生了以后也没什么处理就丢在那里，啊，就哭，所以他进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哭，除了一般的孩子的那种哭，所有的人进到世界第一件事情就哭，不哭还要打屁股，他才哭。可是是在暧昧的被捶打屁股，然后马上被洗弄得干净，然后进到妈妈的怀抱里面，感觉到离开母亲的子宫的温暖之后，那个不安全感，那个突然太亮了，让他害怕了。马上在爱的环绕中得到一种光照，得到一种明白，
那有的小孩子生下来哭，不是这种哭而已啊，这个哭是没得到抚慰的，是被遗弃的。虽然后来可能被社工、被相关的收容机构做了这个处理，可是这个生命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困顿，就有一种残缺。所以我说爱也是看见的力量，爱使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到我们所面对到的一个孩子，我们不只看到他可恶的外表，要看到他可怜的内在。你可能你这种看见，我觉得对他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治愈的力量，不一定就能够立刻治愈他，可是没有这种看见肯定是不能治愈他，只能这样讲，有这种看见才有机会治愈他。好，因为说实在的，这个三年之疾要用九年之爱，一个人的生命长期的在爱的荒漠当中行走，不是突然一点滴的甘露就能够使得他融化，使他的生命完全的反转，这边需要我们老师很多很多的耐心，长期的陪伴。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活动下面这两个题目，我看题目还蛮喜欢的，表示台山真的也是很用心。你们可以翻过来第一页，看到成绩外的成就，我当然不一定要只是成就，就是看到成绩外在的表现之外的那个人的不同的面向，他的独特的这个自我。班级经营是一种信仰，我觉得我们还真的很需要一些信心，我们真的很需要一些信念。因为教育并不保证成功，教育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你苦口婆心，恐怕首先要冒的风险是你自己失去信心的风险，而不是孩子。是你在苦口婆心，再而一而再再而三的苦口婆心之后，你自己心死了。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是这里啊。所以生命教育以及说我们要对孩子做生命教育，我觉得最重要的生命教育是对老师做，是老师需要生命教育。你的生命够坚强，才能够在狂风暴雨当中，才能够在各种的黑暗当中持续的散发爱的力量，持续的因着爱的力量而能看见，因着看见而能跟孩子连结，因着跟孩子连结有机会不知道哪一天翻转他的生命。也许不是在你在他毕业之前看见他的生命的翻转，可是真的有些孩子，我猜你当中就应该有人有这种经验，他成人了，他上了大学了，他有一天写一张卡片给你，老师当时你对我的怎么样怎么样，我当时不能受教，很抱歉，对不起你，但是我长大了明白了。你也许可以期待这个，你要怀着信心期待这个，而不是在他还在你的麾下，在你的淫威下面的时候，你就已经看到成长，看到他的改变。所以你看我们当老师需要多大的信心呢？你们这种信心，我觉得真的是可能很多人为什么国中老师，我知道很多人都很想要提早办退休，因为成天跟这些非理性动物在一起，实在要点头点那么开心嘛，好吧，以上是我的前言。所以我看这次的题目的安排其实很多很好，其实光题目我觉得也可以也足够回应刚刚校长他所感叹的，从他在陌生的一群，虽然大家都是这个同伴，我们有同样的志业，我们的工作不只是铁饭碗，我们的工作是一种志业，因为我们的工作能够影响人，良师兴国。我们台大有了一个新的学务副校长叫陈良基，有机会你们可以去 台北看他的十八分钟的演讲。陈良基电机系的教授，帮台大的电机学院的很多发明这个创造了非常非常多的财富。首先是把我们的专利寄转给大的厂商，
后来他把哎觉得为什么要转给其他厂商，为什么不鼓励我们学生创业？好，就我们台大现在因着他的这样一个理念，我们目前上市柜的公司，就台大的技转上市柜的公司已经有四家，好，然后创造产值超过百亿台币，好，他对学生常常这样鼓励，对我们台大学生，哈，我们台湾现在失业率这么高，很多人在22K 的边缘挣扎，我们台大学生要立一种志向，出去不要去 take a job， 出去要 create a job， 好，要为这个社会多制造一些就业的机会，好，这是他的理念。好，那他演讲完，有一位是请他来我们教授的生命教育的社群演讲，那时候他还不是副校长。好，他是个农家子弟，他的演讲在 TED 开会里面你们可以看到，绝对值得你们看。好，我就问他说：“张老师，你这样一个人，你为什么不为自己？”好，你看很多人，很多孩子为什么要考台大电机系，为什么要考台大医学系，削尖的头要钻进去，真的可以确保你40岁之前可能就有上亿的身家。好，昨天一个医师，其中我们社区当中有一个医师40岁就赚到1亿元了。好，所以医师虽然苦，可是他真的还很赚钱，为什么大家削尖的头要进去啊？我们台大的还是医学的老师啊，我是说，你为什么不给自己去接受年薪千万的机会？好，他中间又分享很多，他说，你看我们接受到的是全国最优秀的毕业的高中生，我们台大电机系，他心心念念就是怎么样让这群孩子4年之后变成更好的一个人。好，不只是在专业上，在各方面成为更好的一个人，更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的人。所以他看到很多毕业的学生，特别在家长的怂恿之下，哈，因为台大电机系的学生还没毕业，可能就已经3、4个工作契约等着你了。好，那家长们常常选择标准就是哪边给的年薪，还有这个的其他的相关的越高，红利越多，好，家长就鼓励他去。他看了常常很痛心，觉得很可惜，因为他觉得这个孩子给他这么好的一个训练，他应该去另外一个团队，那个团队即使薪水比较低，甚至没有薪水，他都应该要去，因为你刚刚开始进入就业市场的这4年转锐期对你未来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的心思意念非常非常窄小，你只想到我现在要先拿一个最就是说年薪最高的位置，你的心思意念就这样子的话，那你未来发展就非常非常受这个局限。好，所以你看谈到这些事情就谈到另外一个概念，你有什么样的心思意念，你有什么样的理念，你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更进一层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人生观，重不重要？太重要了，这是看不见的东西，可是它影响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选择。好，所以我们的教育怎么能够只关心外在的知识的累积跟培育，而不关心内在该建立什么样的一种生命的理念？而生命理念是没办法用灌输的，当然一定也有知识的层次，可是他要真正被学生内在化，那是一个艺术啊，生命智慧的传递，而不是只是生存知识的传递，那是一种艺术，就是我们生命教育需要有的艺术。好，所以他很痛心孩子这样。好，那我从他会痛心孩子这样子，又从他就是老老实实在台大做教授，你们一个月大概就10万块钱的薪水，那当然接其他计划工作会有很多额外的，好，可是也就这样，跟你去一家大的科技公司，年薪千万，不只是千万，千万美金计价，那是不可同日而语。我就问他演讲完，我很感动，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啊，他就说这就是价值观，他非常相信圣严法师所做的那个区别，需要跟想要。好，我们需要的不多，想要的无限很多，所以如果你受想要所驱动，哇，你的生命就是一直驰骋于外物的追逐，而且你会发现到永远没办法满足。本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上的一个理解，因为他发现到人想要的很多跟需要没那么多，
大概农家长大，他说他们小时候村子里面十几个孩子就围着村子里面唯一的一架黑白电视看实验文，他觉得大家十几个孩子一起围着村子里面好不知道什么地方好唯一的一架黑白电视看实验文，这种经验一记我记是非常非常快乐的童年的回忆。他并不觉得是一个住在一个60寸的 HDTV 大荧幕前面就只有一个旁边都没有别人好是什么特别令人愉悦的事情，这是他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他就提一个很传统的观念，良师兴国、他觉得人最重要的既然站在老师位置上面，最重要的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影响下一代，给他们正确的人生观，给他们适当的培育，让他们能够在生命在未来人生里面去发光发亮，好为社会各种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在各种的问题上不是看到困难，在各种的问题上看到创造价值的契机。他觉得做这样的一个人远比他自己有多少年薪要重要。我说你真的不得了，我们台大电机系没这种气氛。我当初之所以逃离台大工学院，就是因为觉得工学院充满了机器人的气氛，充满了就是很疏离的就我们培养出来的孩子就是在这种士大夫的封建的圣洁主义的，你知道你培养出电机人变成这么疏离的机器人还没事，你们知道你们培养出来的变成医师多可怕，都没有人的味道的医师，真的是只看病不看人的，你知道吗？而且你的病也不是他关心的，你的病可能可以是他 SCI 论文当中的一个数据。你把你的命你的病交在这样的一个人手中，你觉得你会有安全感吗？你不可能有。但是我们目前的医学教育因为连带着太高的物质上的利益，我刚刚讲到40几岁的年轻教授就已经在分享当中自称自己已经累积到1亿元的身价了。那如果大家是为了那个东西当医生，那你期待我们有什么好的医病品质？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很根本的好，我现在要进到我的讲演的给大家准备的 PowerPoint 等一下10点半的时候我会先做一个 break 让大家可以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进行下半场。讲了那么久很严肃的事情，设法稍微的讲点轻松的这个黑板上面写的说，世界上有两件事情最难，第一个呢就是把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里，这也是我刚刚讲到的生命教育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爱的艺术。爱使人看见，被爱也使人看见，有一个人不被爱他是没有力量，他说生命是微缩的。所以你爱你的孩子，你爱你的学生非常非常重要。可是你哪里来的能量去爱你的学生？你自己内在如果是枯干的，你哪来的能量去爱你的学生？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说，当你每天准备好自己，装扮好自己进到教室，你没有准备好爱你的学生，你今天就白来了，甚至说不定今天还会有一些负面的对学生的影响。虽然你好像很尽责的，你也很熟悉你的讲义的内容，你甚至会对学生有负面的影响。所以这多重要，这不是对你当老师重要各位好同学，这对我们作为一个人很重要。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陈良基教授可以月薪1000万美金，愿意来拿10万台币做一个良师兴国，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如果爱不是你最高的核心价值，那什么能够作为你人生最高的核心价值？那如果爱是你人生最高的核心价值，你进到教室却不带着爱，没有爱的温暖，没有爱的光，你进教室要做什么？不只是这样子没办法做一个好老师，是这样子你没办法完成你自己的生命的价值跟意义因为不是只有学生要学习爱，或不是只有学生要被爱，他们才能够在知识在人格上成长，是你自己需要成为一个爱人者，这是你自己生命的价值跟意义。不过当然你要先肯定这一点，
那你凭什么肯定这一点？凭什么肯定这一点？好，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值得去思考的问题，那也是我们在生命教育里面很重视的议题。好，我们不要有太多虽然正确但是莫名其妙的核心价值。我们对于我们所接受的核心价值或者是生命的很根本的信念，我们自己一定要经过一个慎思明辨的一个解构重构的一个过程，一个看三是三，看三不是三，而后看三再是三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因为只有经过这个过程你才知道为什么这是重要。好，我给我们台大的老师办生命教育的工作坊，当中一定会安排一些跟健康运动有关的课程。那你发现到小孩子你跟他讲健康运动很重要，那真的是言者谆谆听者渺渺，可是到了某种年龄了，你有那个经验了，你就会知道健康真的很重要。我多给你们看一些讯息，今天当然没有带，我以下分享一些讯息就会让你知道那个东西有多重要。你们知不知道荷兰的老人好，他们得到什么样的对待？我们台湾的老人有没有注意到很多的公园里面一排的老人坐在轮椅上面，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一堆外佣在那边讲话，那这些老人就在很痴呆的心搞木哭，这个心这个是看起来好像这个行尸走肉一样的搞木死灰般的坐在轮椅上在树下乘凉。好，或者是如果你去过一些老人的机构，你就看到一群老人一到了白天全部都被赶去那个最大的那个康乐室，好，一排坐20个，啊，坐了3-4排，就对着一个60寸的一个大电视从早到晚，这是你要的生活吗？好，我们台湾是只有我们的健保是只有给药，你生了病才能够得到健保的资源。分感的话是处方，不是只给药，有健康处方，有运动处方。这个人要让他的健康可以促进，他需要的不是某个病得了病之后的药，他需要的是某一个促进他的健康的处方，这可以包含是一个运动的方式，然后他可以得到国家的资源来获得这样的一个健康促进的一种资源。所以平均起来，芬兰的老人他们在临死前卧床的时间平均是2周，我们台湾的老人临死前卧床的时间平均是6到7年，那你可以看出这中间的差异吗？差异很大。好，如果用一些图片来放这些差异，你就会更有感觉，就知道健康的重要，你就会知道如果以后自己不成为自己的、自己的家人的还有健保资源的累赘，我们现在开始运动多重要，好多的指标可以让你知道你现在的体能的状况如何。啊，可是你看我们人常就这样子，就是好像一定要到你经验到了你才知道它的重要性，连你都这样，你的孩子听不懂你的政治正确的生命正确的话语，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是不是？好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刚校长的那一番话就充分的显示了一件事情。好，就是当他提到说这个我们大人跟他们讲的话小孩子真的不一定听得进去，我觉得我们当老师的察觉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你察觉这一点你才不会对学生有错误的期待。好，你就是了解他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觉得先有这个了解，这样才有机会成为一个让他听懂你的话的老师。如果连这点都不了解，哦，那可能就只能够记过，可能你就只能够对他也成为一个训导人员，你没办法成为一个他的生命的导师。那我是觉得我们国中的老师、国小老师做孩子生命中的贵人是非常非常重要，你做他的生命的导师就是做他生命中的贵人。
好，所以祝福大家一定要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好，去扮演好我们老师的角色，这才是真正的人师，好，而不是只是一个金师，等而下之的，不会是一个顾着自己的权益，好，抱着铁饭碗的一个人。换言之，你把我们教育的工作太过职业化，而完全错失了他作为老师这个工作角色者可以有的置业的意义。好，回到这一句话哈，就是世界上两件事情最难，一个是把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里，另外一个是把别人的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好，前者成功的叫老师，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好，后者成功的叫老板，两者都成功的叫老婆。那一个如果跟老师斗，跟老师过不去，那是不想学了；一个人如果跟老板斗，那是不想混；那一个人如果跟老婆斗，那是不想活了。好，那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机里面，我们谈生命教育，第一个事情要敲醒大家，让大家去思考，就是到底我当老师的目标是什么？那我作为一个人的目标是什么？好，教育目标是什么？你会发现到我们传统的各种有关于教育目标的论述，你仔细的看，好，上我今天的课，你回去仔细的看，好，你会发现到大部分人论述教育的目标，都会谈教育就是要培养优秀的人才。好，我不是认为这不对，但是你心心念念的是要培养优秀的人才，你就忽略，其实一个人是不是优秀的人才，他是不是个人，是最根本的。所以你只在意人才、优秀人才的培育的教育，而忽略人的培育，就会在教育目标的设定的起始点上面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好，很不幸的，这是我们国家传统的教育很容易有的一个迷失，因为人就是很容易追求外在的事物，不容易追求内在的。好，我们刚刚讲到很多的生命的一些根本的理念，我们对服务的理念，我们为什么不贪，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不贪的人等等的那些理念，那都是很内在很隐微，就是当一个人真正的看见他的价值，而且我愿意把它内化之后，然后你开始面对人内在的各种的幽暗面，人不是只有良知啊，人不是只有一个追求理想追求价值的心，人内在还有各种的幽暗面，好，学者称之为幽暗意识，佛教称之为业障，基督教也许称之为原罪，我们人内在有很多这种东西啊，好，使得你会面对很多的诱惑。好，你即使很重视生命教育，你可能心里面好盼望，我如果生个孩子，我希望他帮忙见证，我希望他帮忙给予你。我不是说你不该希望你的孩子帮忙见证给予你，好，可是我要你注意到，你不要对别人说每一个人都是唯一，我们要在唯一的独特的意义下做第一，但实质上你是对跟你不相干的孩子你这么说，不相干的家长这么说，但你面对你自己家你生出来的小孩子的时候，你希望他什么，你对他期待什么，什么是最重要的，其实那里就反映你自己最内心里面的价值。那我觉得人贵自知，我们生命教育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是我们每一个当老师的人，其实每一个人都贵自知嘛，所以我们当生命教育老师的人，我们自己内在的自知，对自我的察觉，你自己真正相信的是什么，这很重要啊。而且当你自己相信什么东西，你都还会发现到人的知跟人的内在的非理性的部分的情绪、情意、情欲都能够有非常大的紧张跟落差。好，难道你从来没有感受到自己贪吃慢疑的经验吗？没有感受到自己想占小便宜的经验过吗？难道你去吃三九九吃到饱的时候，不会觉得想要多吃一点才捞回本吗？好，如果带你们家小孩子去，你们家的小孩子从小到大只吃烤面包加果酱，结果他去了三九九吃到饱，拼命的就好开心哦，堆了一盘哈，两片的哈，夹着橘子果酱的吐司，啪啪啪夹橘子果酱两片，又夹草莓果酱的，还有夹这个花生酱的，你看了七窍冒烟，
哈，你给我吃六片就吃饱了哈。真的这么爱吃的话，平常要20块我就打发你了，好，把你带来399，你给我吃这样，好。那你是希望你孩子做一个跟你一样贪婪的人吗？哎，你看我们平常是不太去思考这些问题，你但是一个有自觉的人，你就会越来越思考这些议题，对我们的意义，对我们的孩子的意义，是不是？好，所以。教育的目标不应该只是人才教育，真正的人才他必须先是一个真正的人。好，那生命教育是什么？生命教育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防微杜渐的对于生命的一种启发。好，它不应该是忧郁的或者自杀的方式的教育。很可惜这些年来教育部的居委会现在的学特师所推动的生命教育越来越往忧郁跟自杀防治这个倾斜，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好，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关心那些已经忧郁的处在自杀边缘的这些孩子们，好，这当然是要我们关心的，可是这些孩子恐怕他们也已经不是一种就是怎么讲一般的生命教育可以帮助他们，这生命已经出现很大的困顿，才会进到一级、二级、三级的忧郁的这种状况。偶尔想到死亡，常常想到死亡，每周想到死亡，天天都想到不想活。好，一个人如果天天都不想活，常常都不想活，那已经有比较深的。还有一些事情，我可能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哈。就我们这个时代，因为精神医学科特别喜欢创造疾病，把所有的东西都疾病化。好，忧郁也变成一种忧郁症。好，其实当然里面一定也有身体的部分，跟身心的关联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好，哪个人都遭受重大的打击，不会感受到忧郁，不会感受到深层的悲伤。如果那个打击是不可逆的，是持续的，谁又能够轻易的走出那样的一种悲伤，那样的一种忧郁？好，所以其实很多的问题不是回到药物去处理，很多问题身上是人的问题，人的关系出了问题。好，所以不要把生命教育好看成是这个最末端的忧郁自杀防治教育。这边当然一定也有一些属于忧郁疾病的层次需要专业处理的东西。好，可是我们生命教育是对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好，所有的人的生命、生命的困顿、生命的理想、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带着什么样一个内涵？这是需要探讨的，而这内涵如何内在化，我们自己如何内在化，好，人又是动态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也就如何帮孩子内在化，这里面很多很多的丰富的议题。好，所以这边我提供一个生命教育的初步的一个理念。好，说生命教育是为了培育完整的人。好，那么它应该包含的内涵是有人生观的确立跟深化，价值观的反省跟思辨，还有整个生命修养的内化跟实践。我觉得生命教育应该是包含这几个向度。在一个传统以培育人才为主基调的教育构想里面，实际上我发现到包含张英化是我高中同学，那我发现到在他的这个施政总报告里面，大概是受到这个教育部的影响，还是以培育优秀的人才作为他主要的这个在教育政策方面的施政的理念。那同时虽然在谈优秀人才的时候他也谈人文素养，可是他的人文素养好像是偏重在艺术教育，好，就把人文素养就是化约为艺术教育、美感教育。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惜。好，那这个呢，我其实上礼拜也有一个机会我已经跟他面报。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对人文的一种窄化，同时以人才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根本，是一种本末倒置，把教育的体用当成是教育的体。那我觉得教育的体呢，就是人的培育，所以教育应该是以教育的目标固然是在于培育人才，可是人的培育更该是教育的根本，所以教育应该要以人的培育为体、为本、为基础所进行的人才教育。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种平衡，才会让我们的教育
走向更宽广、更可有序经营的一个正轨。好，但这要怎么做？哈，可能就我要慢慢的跟大家谈了。哈，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生命教育的内涵。哈，可是我看一下时间啊，我觉得我先建议大家休息十分钟。哈，我们再开始。哈，我在接下来的接下来那一堂课就没有再休息了。等一下一小时二十分钟时间，我就会跟大家分享我认为生命教育该有的内涵。好，以及这个内涵怎么样先在我们老师的这个灵性修养、灵性的自觉当中去内化跟深化，而后我们自己变成更像人的人，自然我们也能够成为学生们的人师。而当我们是学生的人师的时候，不保证我们成功，可是我们有机会以爱的力量去看见学生，看见学生完整的人，从而能够陪伴他们的成长。好，我们先下课休息。我提供的几份文件哈，一个是人生三问与生命教育，刚好就接着我们这次的主题啊，那这个大家可以自行参考。那另外一个是灵修六原则啊，那也有很简单的文字。那我现在就针对这些内容哈，以口述的方式来跟大家啊做一下分享啊。好，那首先啊。生命教育的内涵，我提出人生三问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来架构整个生命教育该探讨的议题。那这三个问题呢，也是这个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好，有注意到，但是就并没有真正很深刻的关怀到，去把它彻底跟落实。好，那譬如说第一个问题的为何而活。好，那这个问题你不能说我们的教育里面完全没有关心到哈，在你们国中这个学习阶段社会学习领域，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里面有一个主题轴叫做意义。好，意义还有另外一个词我现在忘记了哈，就是跟意义有关的一个主题轴。好，所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九年一贯的教学里面，不是没有碰触到生命意义的问题，生死意义的问题是有，关键在于啊，这样的主题轴它是在社会学习领域里面，照理说它应该要作为正式课程被落实。那如果社会学习领域的老师只有历史地理跟公民的素养，那就很难落实这样的一种正式课程。好，因为这个正式课程如同如果大家去看社会学习领域的这个课程纲要，它在最前面有一个理念说明，那他那里很清楚提到社会学习领域包含四个生的概念，好，生计、生活、生存到生命，而碰到生命的概念，它就涉及到了哲学、宗教、生死学、道德、艺术，好，等等这个层次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我们的老师，社会学习领域的老师，在整个这个培育的过程当中是比较偏重外在的专业知识性的历史地理跟公民的这种培育，你看公民啊，公民 good citizen， 这个执政者都希望国民是好公民，可是这事实上后面都有一种啊，跟我刚刚所提到的人才教育一样的一短视近利。其实一个人要成为好公民，他必须要先是好的人。这一点啊，已故的黄坤炎教授，成大医学院的创院院长，好，所言甚是啊。他说 ：“Before you become a professional, you should first be a human being。在你成为一个专业人，在你成为一个医师，他主要是说 ：Before you become a doctor， 因为他都是在医学教育的领域里面发生。哈，在你成为一个医师之前，你要先成为一个人。啊，那所以这样的一种理念，那么在。”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以人才为核心思想的这种教育理念里面是不存在的，是有点本末倒置的。好，那回来这边来看，那么这个我们现行的高中国中的这个国小的九年一贯的课纲当中，我觉得在社会学习领域里面有非常多的生命教育的植树在里面。好，换言之不是融入哦，因为它不是重大议题哦，它是在
的学习领域里面哦。啊，可是问题是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个主题轴下面的能力指标能够具体的贯彻出来？我觉得老师们如果缺乏相关的一种素养，那是很困难的。好，那人生三问是我在勾勒生命教育的内涵的时候哈的基本的一个思维。好，那这三个问题分别是：人为何而活？应该如何生活？要如何才能够活出应该活出的生命？好，那这三个问题彼此是息息相关的。第一个问题跟目标的设定有关，第二个问题跟行走的道路有关。道路跟目标当然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你要知道去哪里，你的目标是哪里，你才能够进一步问我要怎么样去那里。好，就像昨天我听说你们当中有从各地来的嘛，不是只是新北市的，好，有各地的老师来到这里。好，我自己还是板桥人啊。好，我昨天还在问我的助理板桥国中在哪里。好，就不知道板桥国中在哪里。好，原来还蛮简单的哈，这个我家在县民大道，然后走到民权路就一直走，就接中山路就是了哈。好，所以我要先知道目标板桥国中，接下来再打听 road map 我的路径图在哪里。这现在当然很简单，大家可以看 Google。好，所以 Google 好不好用？好用。可是更重要的是目标吧，你要先知道你要去哪里， Google map 才变成有用的工具，可以提供你路径的规划，可以提供你一个路径图。那在人生的生活里面尤其如此，我们都要为生活当中的各个的阶段定阶段性的目标。每天的生活你都要定目标，大大小小目标你要定好多啊，比如今天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好，为什么要戴口罩，好，都有你都有理由的吧，好，可能不舒服空气，所以决定要让我自己这边舒服一点，或是如果有感冒不要传染给别人，我先有一个想法，我有一个理念，这个理念会引导我啊，那我要去找个口罩。那口罩也不是随便找的嘛，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有的口罩戴起来不舒服，戴久了耳朵就不舒服，好，所以戴口罩，那我要戴什么口罩让我舒服？也是有哈，不要脸红哈，后面的人都看不到你。好，所以我是只是用生活中的例子来跟大家说明目标跟道路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好，你在生活当中一定要设定目标，不断的设定目标，大大小小的不足外人道的小目标，大到阶段性的目标。好，比如说我现在当老师，后来我要设法考校长，变成备用校长。好之类的，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目标，而且是每一个目标都会引导你生活当中的路途该如何行走。你也不是突然变成校长，可能要先做主任或什么之类，你要有一些行政的历练，好等等，好要考试或什么的，好，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尤其如此，为什么对整个人生如此呢？所以生命教育要问的最前面的两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到底整个生活。整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生命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生命有什么目标值得追求？是不是随便什么目标都可以成为整个生命的目标？那如果随便什么目标都可以成为整个生命的目标，那好，那这也是一种答案，就是你也不必特别找什么生命的目标，就随便什么目标都可以。所以有一个台大的医学院的学生问他目标是什么？30岁要赚到1亿，哇！你的老师都是40岁才赚到1亿，30岁就想赚到1亿，好，那就进一步问他说：那万一赚到1亿的第二天你就死了怎么办？好，那你老婆那么年轻就守寡，应该会改嫁吧？那1亿是不是给那个男人用？好，那男人跟你没什么关系。好，你赚31亿是给另外一个男人用吗？好，想一想就发现到。30岁赚到1亿这个目标蛮奇怪的，好，而且30岁如果就达到人生的最高的目标，那我接下来是不是可以不用活了？好，那如果不用活的话，那我赚到31亿要干什么？好，就是给另外一个我老婆的小三用吗？他越想就越觉得很奇怪了，所以就觉得这个目标的设定，好怪怪的，好，所以人生到底该以什么为最高的一个目标？你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好，你希望你死的时候子孙兄弟阋强吗？好，很多在事业上很成功的人死的时候就是这个结局，
啊，因为双方没有花过时间，他的亲子，他的 parenting 是缺失的，啊，这是我们泰山最重视的哈，啊，他在父职或母职上是缺席的，所以在其他方面，在事业上面很成功，啊，开车赶着开会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车子，特别是基督徒的车子，很喜欢贴一个标语哈，啊，再成功的事业顶上失败的家庭啊，但是这个眼睛瞎心瞎的人哦，眼睛也跟着瞎。我们说爱让人看见嘛，就心中是不以爱作为最高目标啊，他是以自己在事业上、在江湖上，好，把别人全部踩下去，我第一，我最强，我比你们所有人都优秀，这是他的目标。好，他看不到那句话，所以他有可能真的达到他的目标。不过这个目标真的是你要的吗？如果你能够现在就去看到最后的情形，好。你躺在一个300万的块木棺材里，然后你有很沉重的翅膀，不知道能不能飞到天上去哈，哦，因为太沉重，可能常常往下，而且发现你的方向不是往上，是往下，好，哦，然后呢，再往下看，好，哦，你生在小孩都在兄弟阋墙，因为钱赚太多了，都在互相的争夺家产，好，哦，而且原本只有你知道的小四小五，通通都跑出来。带着他们的儿女通通都跑出来了，好，这是我们要的理想人生吗？好，什么是成功人生？难道不值得省思吗？好，连阶段性的目标都值得省思，而且它是我们设定行动策略、好生活的途径的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你最后要去哪里，你却不思考。好，那如果我们连老师都不思考，那你凭什么对学生做生命教育？你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思考，你凭什么告诉孩子生命的目标是什么？你告诉他真的，那就是非常政治正确，你自己都不相信，所以绝对无法感动人，没办法让他真正的领受的那种目标。好，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国中小的生命教育，真的我会觉得更重要的部分，是我们老师自己的生命智慧的启发，我们老师自己的人生观的深化，我们老师自己所确立的那些核心价值的内在化。我觉得这是我们国中小这个阶段孩子们还比较蒙昧，还没有完全进入一个启蒙的一个状态。好，不是需要太多知识性的体系，生命课题、生命的学问的知识性的体系，可能不一定需要太多。好，可是当他有疑问了，你要准你自己是一个有生命智慧的人，你就是随时准备好能够去答复他的疑问的人，而不是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你自己没有准备好，小孩子问了你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你自己都从来不思考过自己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好，我随便抓了一个就当成自己的生命的意义价值，那你如何去谈生命教育？你如何对孩子进行生命教育？真的很困难。好，所以第一个跟第二个就是目标跟方法之间的关系，所以有没有息息相关？当然息息相关。你要去哪里，就跟你怎么去是有关系的。第三个啊，看起来很绕口哈。第三个问题，要如何才能活出应活出的生命？听起来并没有很美，也没有前面这两个问题那么简洁。可是说实在的，我也词穷。如果有同学想到更好的表达方式，可以跟我说哈，因为它长得不是很美。好，其实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知行合一。如何知行合一？好，可是问题是这样，就好像比较没有让注意到生命教育的这三个内涵的人理解到彼此之间连结性，所以我有意的选择哈，因为这个有没有那个类似的？因为这个应活出的生命啊，实际上是贴切的前面这两个，贴切这两个，我们从为何而活。知道为何而战，那接下来我就开始拟定战术，拟定战略。好，我知道为何而战，我就可以开始拟定战略战术。但说实在，我是一个打仗技巧很差的人。我就算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技巧，打仗的技巧，甚至我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战略，我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理想。所以我要如何把我知道的真的把它活出来，是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关心的不是如何生活了。该如何生活，是如何把你知道该如何生活的那样这种方式活出来。这样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好，这真的有点难。好，为什么？因为我培育
高中的生命教育第二专长的师资，也有高中也有国中老师来参与，不多，有一些好，特别是完全中学的老师有来参与的哈。我们两年30个学分，每一个学分都不是随便在上的哈，都有很严格的考试啊，都要一堆的报告。最后我还要给所有的同学毕业前安排一个东西，叫做两个字：总考。好，每个同学都要经过两阶段。总共30分钟的口试，然后3个小时的笔试，才可以拿到我们台大的毕业证书。口试的时候，我最喜欢问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第三问，你可不可以正确的说出来？那当然，因为他们学长传学弟妹都知道我会考这一题，所以一定会背得出来。我就问他那什么意思？哈，很不幸的，很多人还是不完全能够答得出来。哈，所以不是那么容易。哈。这个其实你们也要学习一件事情啊、哦，有时候你觉得你上课的时候讲得好清楚啊、哦，那不是言者谆谆，听者渺渺，他不是故意不听，他是真的是就进不去，有时候一晃神就不见了哈。但今天你们来这边有没有练习条？哈，是不是被迫的？不是被学校派来的嘛哈，是你自己愿意坐在这里的嘛哈？因为我最讨厌那种被迫的练习，好，那种练习之后被我知道我自己一律不参加。好，因为廖海老师真的很，他人坐在这里，他心一飞就出去了，是不是？好，那一点意义都没有，浪费他时间，浪费我的时间。好 ，OK， 所以第三个问题，观设的这边是问目标意义，这边是问那如何达到的方法跟策略。这个呢，就是那你如果知道目标跟策略，那你怎么样去做呢？你是不是知道你就真的会去做呢？你知道对的事情都会去做吗？好，我们知道了很多对的事情我们都不去做。世界上最大的距离莫过于知道跟做到之间的距离，所以俗话才会说3岁小孩自得，80岁老翁不一定行得。好，所以宋明理学那么强调知行合一，因为他们观察到人很容易知行不一，人很容易说一套做一套，更何况人还容易伪君子嘞。好，你说的不是你真正相信的，好，你嘴巴里面说仁义道德，你心里面相信的是男盗女娼，这都有可能啊。好，因为你实质上的价值是男盗女娼，不然我们新北市怎么会那么多校长为了午餐费就被抓去关，或是被起诉？好，你不要说你是一个面对诱惑面不改色，你心里面完全没有感觉的人，这种人很少啊。好，宗教仁爱信义和平之所以是一种被人歌颂的德性，就是因为不忠不孝不仁不爱不信不义不和不平是我们的本性，了解吗？好，所以你内在里面虽然有良知，好，可是你内在里面有一种相反的良知，偏偏良知叫你往东走你就想往西走，好的这种驱力。好，所以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老师就常跟我讲啊，谈到发脾气这件事情，他说好的老师要练习一件事情，在我当老师的之前拜访他，跟我说好老师要做，我不要跟你讲是大道理，你念了那么多哲学神学啊，这个宗教大道理你已经知道很多了，我只告诉你一点，他就说好老师啊，发脾气的时候不要生气，生气的时候不要发脾气。你仔细想想看，很有道理。有时候你需要有金刚狮子吼，表现出怒目金刚的样子，对学生，尤其是面对非理性动物啊，好，你要表现出生气的样子，不是很随便，不可以商量的，有些纪律，有些原则，就很严肃，好，而且要很坚持。坚持当然不一定每次都是用怒目金刚啊，就是老师是要态度可以是温和，但很坚持。好，所以有时候也需要用怒目金刚，就是发脾气，但并不是因为你控制不了你的情绪，你在生气。好，那你真的感觉你很生气的时候，你要努力的不要发脾气。好，这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说的哈，我觉得很有道理。好，很多东西都是知识，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去操作它？好，那在学校。在家里，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人真的
好，我敢说你们当中就有不少人被自己的易怒所苦恼。好，不过当你会被自己的易怒所苦恼，已经表示你已经是进阶了，你已经是一个进阶版，在生命智慧的成长上，你已经有一些进阶。很多人是易怒而不自觉，就他很容易生气，他就常常一些小事情就暴怒起来了哈。但他从来没有去观察这个情形，我说不对，要不对都是别人啊，不是我易怒，是他不好。他们惹我生气啊，都是别人的错，还不能去观察到自己的状况。好，那当你都开始观察到自己的状况，就像那个校长观察到，真的孩子不是我讲什么，我就算掏心掏肺跟他讲，他不见得他能领受。好，你说一个已经在悔改的过程，这我相信也被很多的感动，被老师很多的接纳跟宽恕，我觉得应该也是有一个在悔改的过程。可是那种无照驾驶啊，小孩子们就喜欢去疯狂。喜欢去这个夜冲，哈，我们家小孩子也是，到现在都还在夜冲啊，连读大一的到现在都还在夜冲啊。所谓夜冲，就是一定要晚上两点钟，啊，骑着机车去阳明山，啊，好，才叫做是一种生活，才叫是一种生命的年轻的经验，好，那他没有驾照的时候会不会夜冲呢？我们家小孩。是会啊，好，他是不是知道不该夜冲呢？没有驾照不该去冲呢？知道，做不到，那想做啊。好，所以知行合一，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不能够被当成口号来唱的一个问题，必须被当成是一个重大的生命课题来思考、来省思、来发挥创意、来找到。来正本清源，清源来找到超课问题的一些撇步。好，我们过去太过教宗巧巧，讨论知行合一，讨论孙中山国父的这个自在行义、知易行难，我们太会掉书袋了，掉了一大堆书袋，跟生活没关系。好，那我觉得真正的生命智慧是必须非常严肃的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困境，真实的困境，并且去思考超越这些困境。在这些困境是问题，我们思考超越困境的道路，我们就会透过这些困境创造价值。我觉得这里面才是真正的生命教育。好，一一的跟大家诠释。好，人生第一问：我为何而活？这边给大家看 Steve Jobs。 好，过世前那一年的三月，手上拿着，你们为什么会提供冰茶？蛮奇特，因为我跟我太太这个上礼拜我们去韩国考察，好，考察他们的我还有另外一个我的身份现在蛮复杂的哈。我除了生命教育是我生死已知一向来的关怀哈，我最近还变成我太太的特助，最近一年半哈，因为我太太是立法委员，有人不知道是，好，我太太是立法委员，好，杨玉新，好，那所以我过去一年半做了非常多跟社会福利有关的事情哈。未来我可能也会去了解各校的特殊教育做得怎么样，从他们的交通，这个没有富康巴士的话，给补助，补助能够让孩子来上学吗？补助那么杯水车薪，到进了校园以后，校园是不是有空间的障碍？像这个是看起来就蛮障碍的，那学习上有没有障碍？一般人对身心障碍者有什么样的认识跟体验？是不是觉得帮助他，万一他摔倒了，我要负民事责任，所以最好我就保持冷漠，不要离他离得远远的。或是看到泡泡龙，觉得会不会传染给我？很多人连癌症，你看上次麦当劳叔叔那个在大安区要设立癌症儿童之家，大安区耶，大安区每14个孩子可以上台大，所以很多人希望把。家搬到大安区去，大安区的居民认为癌症会传染。好，你说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是不是生病，病得很重？
OK， 好 ，Steve Jobs。好啊，对，我刚刚为什么提到冷茶？因为去韩国考察，我就发现韩国每一个餐厅都提供冰茶，因为这个在我们台湾很不常见嘛，啊，所以蛮特别的哈、啊。可是稍微让我有点怀念，因为我女儿现在在韩国工作，好、啊，本来很哈韩，啊、就成功哈成。好、啊，我又要讲 migration 了。我今天来就打定主意，不要给他同学们太多知识性的东西，就是要多给你们一些生命的撼动。好、啊。我刚刚讲好几次防微杜渐的概念，好，我觉得我女儿就是，好，哈韩，她为什么哈韩？因为你们都知道大长今，你们都知道很多的韩剧，为什么她会知道这么多的韩剧？然后哈韩，韩流蔚为世界的某种主流，好，连他们明年要办一个世界的什么运动会，决定不要再用 A B C， 要用韩文的波波摩佛来排序。所以他们的第一个是 N 的音，所以尼泊尔会是第一个国家 ，America 不再是第一个国家。好，他们在推动要把 Korea 的 K 改成什么 C？ 好，因为 K 不能在街后面。韩国怎么能够输日本？好，你看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我们去参访一个机构叫 COCA， 是他们的一个文创国家国立的文创院，200个员工。年度预算2800亿韩元，相当于80几亿台币，其中4亿是员工的人事费，加上所有的管销、房舍的维持的费用。好，换言之，70几亿全部都来做文创，做什么呢？只要你有好的构想，我就支持你，支持你把那个构想完成，然后把那个构想变成具体的东西。好，你是乐团，你是做哎，卡通的，做动画的，做电影的，作为电影的，做戏剧，做各种。好，我就用一流的 studio， 一流的人员去帮你圆梦。不止如此，还帮你行销，不止在国内行销，帮你行销海内外，在海外的各种展场设点让你去。我说成功的机遇呢？我说这是高风险的支柱，所以他们。经过多年的实验，不以成功作为他们的补助，还有国家给他们的预算的考量的主要的评鉴指标。我说这样子不是钱和人工乱花吗？可是他说，问题是一方面有钱被浪值的风险，可是另一方面呢，你也就避免了你不鼓励犯错的这一种可能性。你知道我们国家的各种的法律基本上都是。防弊胜于行利啊！韩国为什么能够走出1997年那个金融海啸？那时候他们比我们惨得多多多多、啊，后来翻上来超过我们国家。这一次的金融危机，韩国一样也是就是超这个在风雨当中能够这个发展起来。因为我一直都对韩国很好奇，他们怎么做到？去参观他们这个叫 COCA 的这个文创的国立文创的这个资源中心，至少是瞥见到部分的一个答案。然后我就问他们说，未来全世界的文创的产值啊、哦，那都每年成长15%到20%。那现在韩国的文创产值在全世界第7名，你们知道是多少产值吗？年产值452亿美金，452亿我们把它换算成。台币乘以35到37，我们看到是1兆3000万，1兆3000亿，相当于我们台湾中央政府总预算的4%，不到4%，超过3%，1兆3000亿。他们这个文创中心，我刚告诉你们，它的年度预算是多少？80几亿。它协助整个国家的行销。韩流蔚为世界的潮流的这个行销，他所投入的资源，而且当中还采取不怕你犯错，怕你不提出创意的方案，不怕你提出来创意方案没有成效，怕你不提出方案，用80几亿去勾引到1兆3000亿。你看这个国家多聪明，我们国家所有的钱全部都放到后端，我们国家所有的钱几乎都放在亡羊补牢，
就跟大家再报告一点，因为我们刚刚谈到那个弱势的孩子，我在国会看到的资料，我现在讲你们校园外面啊，一个孩子呢，因为被你们记得太多过了，赶出校园，叫中辍生，啊，不见得你赶出来，而他自己要出去了啊，中辍生，我手上的资料显示，我们对一个中辍生舍不得花一块钱做外展的服务。等到他作奸犯科，去年有一个两个中辍生为了700块钱杀死一个计程车司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则新闻？好，你这样造成三个家庭的破碎，生命的浪子，这两个中辍生现在不是只是中辍了，那可能不知道被关20年还关多久。我们舍不得花一块钱在中辍生的外展服务，帮助他走回正轨。当他进了司法矫正学校，你要花30块钱弥补，而且还不能完全弥补他所造成的损失。你知道我们国家该怎么算钱？我们国家就是宁愿把全部的钱花在后面30块，不是舍不得花1块钱在前面。我现在讲到的是校园外面的，你们校园里面，我觉得一样是在浪费公帑。你们舍得把钱，我们舍得把钱花在比较后端，舍不得把钱花在前面的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我们生命教育就是最预防胜于治疗。那我女儿真的是太优秀了，啊，英文、法文都很通，但是哈韩，所以自学没上过韩文课，就韩文学到超过了韩文系毕业的学生，然后跟几十个韩国人竞争当中脱颖而出，就在韩国工作。我失去了一个每天看到我女儿的机会，韩国赚到一个人才。我们国家怎么样对待人才？好，在国外当教授，你知道香港的教授、新加坡的教授40-50万一个月，我们的4-5倍。我们来台湾，哎，给你特聘讲座，哈，顶多就是到20万。好，然后呢，工作一段时间，这也是最近我在处理的事情。工作一段时间，发现到，原来我没有年金了，我只有一次退了。啊，对，限于国籍法，限于这个学校教职员退休福利条、抚恤条例。好，没有中华民国国籍的中华民国的教职员，好，跟私校的老师一样。就只能够一次退，不能够领年金，没有月退。好，那为一个德国的教授，为一个美国的教授，那多惨！发现的时候已经在这边落地生根了，好，还没办法回自己的母国，很惨。所以人才愿不愿意来我们国家？很愿意。好，新加坡、韩国拼命的在抓人才，人才一来了，客制化。你看你，我们在特教，我们在谈 ISP、IEP。individualized, customized, 客制化、个别化，好，但我们国家的是齐头式，好，要保护本国劳工。你越想保护本国劳工，你越让我们自己的企业闷，我们企业越闷，越没有新的动能，那就员工我们的失业就越情形，越糟糕，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好，我们对白领跟高级人才是这样子。我们对于蓝领，明明老百姓就有家里面有照顾的需求，好，就不准你用外劳，非常严苛的条件你才可以用外劳，非常非常严苛。好，以前你家里面有2个小孩子，你大概可以请外劳。现在你家里面有3岁以下的小孩子，好，你家里面如果你知道你家里面有2个85岁的老人家，你是不能够请外劳的。好，2个85岁老人7.5+7.5，15点，请外劳的。资格是16点，所以你家里面有2个80岁老人家差一点，你不能请外劳。好，你家里面有重度失能者，要到一定的程度，你才能请外劳。好了，不能开放啊，因为本劳会失业啊。那你知道本劳你知道要多少钱？你可以请一个人在家里帮你吗？你请去医院帮你6万块，有经验吧？好，很多人还不愿意到你家里去。去哇！你去彭婉如基金会网站看一下，你就知道。你家里面如果有一个人需要12个小时的照顾，还有家务需要处理，你没有花4万块钱是不会有人到你家的啦。在场哪一个老师，如果你现在不是
富商巨贾，花得起40万块钱请一个人到你家帮你工作，帮你照顾你中风的妈妈，请得起的举手给我看。我认为40万块钱是本劳合理的待遇跟薪资，可是却不是我们台湾的家庭平均收入所能够负担得起的薪资。所以外劳怎么会抢到本劳的生意？但是国家就被劳团的意识形态搞得高阶人才给你，你可以高阶人才欢迎你来，但是很抱歉，我们杯水车薪，钱很少。蓝领的人才很抱歉不欢迎你来，因为你来会抢了我们的工作。完全不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学校过剩，导致我们学校，我们台湾的社会啊，人家是白领最少，蓝领最多。我们社会，我们台湾现在是倒金字塔，我们培养出太多白领，其实应该这样讲，我们培养出中间很多啊是白领男生啊，他有白领的文凭，那是只有能力做蓝领的事啊，但他不愿意做蓝领的事啊，你知道吗？真的高不成低不就。但是整个社会要能够运作，下面蓝领是很重要，我们国家就是不开放，所以这个闷经济很难改变。这有好多企业老板来跟我陈情，跟我反映，他说你知道，只要能够让我们在经济自由特定区，让我聘10万人，就让我这10万人全部都是用外劳，这10万个外劳要不要吃饭？要不要吃喝拉撒睡？会创造多少本劳的就业的机会？但是国家只是说我们国家缺，你只想人才，你培养不出人才，因为你培养出来都不是人，不会去思考人民的问题，不会用心发挥创意去思考人民的问题，而且人民的这困境要如何摆脱出来。我们在劳委会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原则，叫补充性原则，也是符合就业服务法第42条的规定。现在我突然之间好像变成了，要说跟你讲这些观念，我就从这些观念看到我们生命教育，我们的教育端的生命教育多重要。我们培养出一堆孔不吝变成官员，脑子知识。什么叫补充性原则？就是任何行业本劳最优先，外劳在一边，本劳不够的才可以由外劳来补，所以叫做补充性原则。就外劳只能够补充本劳不够的那个位置。好，今天有100个失能的家庭，很抱歉，在我们国家现行的这个机制跟运作下，100个家庭你只找到一个本劳来做照顾工作。我们劳委会职训局每年培养10000个人，已经连续10年，现在留在职场的不到10000个，谁要到你家去做奴才啊？只有25000的话，25000谁要去你家做奴才？只有我们顶尖的人，收入很高的几十万一个月才聘得起本劳，讲简单一点就是这样。所以现在有100个失能家庭，只要你找得到一个本劳，那国家会说哦不行，按照补充性原则，外劳人数一定要少于本劳人数。好，所以有100个需求，我们最多只能够给49个。好，否则都满足的时候，外劳人数就会跟本劳分秋色，那怎么行？劳团会来抗议。所以现在即使有100个需求，只有一个本劳，那国家开放了的那个门槛就是49，就50个。至于另外50个家庭，很抱歉，你去死。真的，我们的政府就是这样，我们的政府就是这样，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孔孤立就长这样。好，人民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人民的需求不是他的需求。好，因为劳团的声音非常的大。好，我如果让开放的 quota 超过了本劳的 quota， 那我就每天被丢鸡蛋，那我承受不起。好，所以我的施政是防御性施政。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医师也是防御性治疗？要你不告我，最好方法就是你要做的我通给你做嘛。好，家人希望要 ECMO， 那反正 ECMO 现在健保有几副嘛，一个月你知道 ECMO 用起来要花多少钱？452亿。啊，不用你，死人不会告我啊，你活的家人会告我啊，所以就用吧。健保资源无效医疗里面不知道多少钱这样浪费掉。简单讲，
我们培养出来的人越没有生命的智慧，他越容易做亡羊补牢的事情，而越容易恐孤立。所有乏为杜渐的事情，通不去做。啊，我有检视过国民健康局的预算，全部都是拿来防治疾病，没有一项是健康促进。好，那谈到健康促进，现在那个卫福部、卫生福利部，他们有一个新的师叫心理健康师，从原本的心理健，从原对心理健康师，从原本的心理健康科转上来，去看他们的业务，全部都跟毒瘾、好忧郁、这个酒瘾，好相关，但是都只关心已经发生问题的那种心理健康，所有的国民所需要的那种良性循环中的那种快乐的正面思考能力。你看，我现在连心理学学界，他学界先动，政界真的很慢。学界已经知道心理学不要老是讨论负面的事情嘛，我们要正向心理学嘛。你成天都接受负面的资讯，你当然人很难免灰色嘛。所以大陆有一个那个残障那个奥运的冠军，就断了一条腿的两个字，我下网上名，然后叫侯斌，好。是很感人的故事啊！他断一条腿，不知道做什么。后来十几岁，跟他爸妈说：“我要做一流的运动员。”爸妈都觉得你疯了，你断了一条腿，弄个义肢，你还想要做一流运动员？做成了三次奥运，残障奥运跳高比赛第一名。他可以跳190公分，这么高。他说他在人生的过程当中，生命当中已经有太多负面的经验，所以他从来不读任何负面的书籍或者材料。其实生命就有很多很多负面东西，我们要常让自己把我们自己 exposed 暴露在正向的思考，能够激发我们正向的能量的那些资源里面，比如说参加这样的生命教育演习，好，不要让自己老是接触那负面的东西。好，所以我其实讲这些都是跟大家讲，所以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好，医师为什么现在五大皆空？他只想赚钱，不想出问题。所以所有的牙医通都变成了医美，所有的牙医几乎都在做医美啊，你们知道吗？对不对？好，然后因为整个社会也提倡一种非常肤浅的文化，好，就是美一定是指外表美。事实上，你们都是当中，我看你们当中很多都是结婚的人。外表美有这么重要吗？第一眼吸引人很重要，第一眼吸引人，你现在要相处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对不对？好，我们不帮助这个社会文化是这样，可我们学校里面，我们就要努力的逆流而行，逆着这个社会的潮流而行。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最棒的美容是笑容。而最棒的笑容是发自内心带着爱的那种笑容，不是虚情假意的笑容。一个人画得很美，从来不会笑。好，你看你刚像我刚来，好，就听过我刚来的时候就发现到很少人会跟我打招呼，但听过一节课之后，我刚刚去上厕所，不少人开始跟我打招呼。我们好不习惯第一个去给，第一个去爱，踏出我们自己的步伐。你去跟人家微笑一下，跟人家说个 hello， 会少一块肉吗？不会，你会散播一种正面的生命能量，激发一种良性的互动。你去诅咒这个社会的黑暗，真的不如点亮我们自己心中的小小蜡烛。但是重点就是你心中有没有这颗小小的蜡烛？你这颗小小蜡烛是不是风中残烛？是不是遇到风就熄了？生命教育要做到这里来，让我们内心，不是是我们内心，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他们的心里面有永不熄灭的蜡烛，好，一烛点亮，千年暗示，那这是每一个人最需要的，好，没有这些东西，生命就会乱搞，好，我们台大。过一个月，新进的医学院的教师研习20几个人，也是请我去规划他们的课程。他们为什么开始重视生命教育？
文章都发表到 Nature 跟 Science， 你知道那在台大可以得到200,000最高荣誉啊，好、啊、自杀。前一阵子一个台大医学院的助理教授，就他的文章已经发表在 Nature 跟 Science 上面，就自杀。好，所以要不我们培养出这样的不知道生命方向的下一代，要不培养出来当医生就防御性的医疗，只看到病没看到病人，那你说我们到底从事教育工作，我们到底所为何来？我们的孩子如果变成这样的医生，或者后来你，我猜这个自杀的这个医师助理教授，当初从某一所高中名校进到台大医学系，学校应该也会给他贴红榜吧，贺，狂贺，狂狂贺，本校某某班几年级，某某班的 学生考上台大医学系。可是你以终为始，你从生命的终点，从那个孩子生命的终点回过来看中间的这些狂贺，你不觉得很讽刺吗？所以从这种感受、这种经验，就应该要刺激我们去审视到底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大的环境的教育出问题呢，那我们大的我们先不管。那我自己的教育理念，我自己的人生理念出了什么问题，这是我们自己先可以去管的嘛，是不是？好，这个是贾博士。所以今天我的进度很慢，好，很抱歉。好，不过因为我们平常都太快了，今天我就有意的放慢脚步，好，就跟大家好好做一些比较生命的分享。好，你看很多老和尚都讲说，哦，这个修行啊，真的要传的是心法。我相信我今天跟你们分享，应该都是属于心法的层次。好，这个是贾博士，意兴风发，带着在他的苹果论坛当中展示他新发展出来的苹果电脑的姿态。这个是前年的3月，这张图是前年的11月，他过世前2个礼拜，好的两张照片。我们从这两张照片可以看到，6个月的时间，一个意兴风发，一个呼风唤雨的人，一个世界的首富，变成一个风中的残烛。好，所以生命当中对于物质、对于名利的累积，究竟有什么一个意义？当我们把这两张前后这两张照片对照起来看的时候，难道不值得让我们进一步去省思，到底人生所谓何来？多少我们台大的、台清交的工学院的学生，已成为郭台铭第二为自诩，为他们的人生最高的理想。这个理想真的这么有价值吗？这个理想真的能带给我们幸福、平安跟喜乐吗？好，我觉得是很值得省思的。好，更何况我刚才讲了另外一个我们台湾的首富，躺在300万的快木棺材里面的那个人，你们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吧？知道吗？好，人生无常。好，这是前一阵子我们台大另外一个好伤心的故事，好，一个酒驾的车祸事件撞死我们台大的一个医生，好，年轻的有为的医生，一个人能够成为台大的主治医师，柯文哲蛮欣赏他的，要经过多少的奋战。古人讲过五关斩六将，不足以形容一个人成为台大的主治医师。从小学多少次的月考、小考、期末考，到国中、到高中、到大学，大学你挤进台大医学院已经够优秀了，最后还要能够进到台大成为主治医师。好，所以人生的一切真的是让人有一种很无名的一种恐慌感。人生的一切好像堆积在沙子上的城堡，我们必须要对这个，这不是要你们负面思考，这是要我们，这是要好像一颗砖头啊，来敲醒我们的脑袋。好，正面的思考必须要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之后再见山是山，不是建立在鸵鸟不知道现实真实的人生是怎么一回事的那一个虚假的基础上。真正的正向思考必须建立在真实的面对人生的真相、人生的无常，而后能够超越这个无常的那个基础上，
才会是不会被风吹灭的蜡烛，才不会是风中的残烛。死亡是一堵墙或一扇门，死亡有时候看起来真的像一堵墙，嘣一下，所有过去的一切就结束了。好，还是死亡是一扇门，很多人相信来一生。你们当中应该有不少人相信死后还有生命，不过也有很多人不相信死后还有生命，还有不少人从来没有想过死后有没有生命，也有一些人可能不知道，我不知道要如何确定死后有没有生命，还有一些人因为已经有了特定的宗教信仰，相信死后有生命，可是他们没有发现到对于死后有生命的这种世界观或这种生命观，原来也能够有南辕北辙不同的内涵。比较西方基督宗教式的内涵是不相信三世因果的，相信有死后的生命，可是死后的生命不是一个继续在我们的世界，在我们的历史时间空间当中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的生命，是进到了一个超越了时间跟空间的，超越了历史的，超越了这个地球的一个无法用时空去说明的另外一种永恒的存在，天堂、地狱、天国。好，但那不是在时间内的。但是问题是有另外一种的比较东方的思想，从印度教到佛教这边的思想，他们相信三世因果，他们相信死后能够继续的以另外一个同一个我轮回，一定得是同一个我，因为如果不是同一个我，怎么确保那个连续性？你如果能够讲轮回就不能讲轮回了，一定得同一个我。那这样看起来到底什么是我？我如果能够轮回换了另外一个身体，男人变成女人，女人变成男人，把我的变矮了，矮的变瘦的变胖的，所以好像我不是我的身体，那我究竟是什么？要了解我为何活，好像必须要先探讨一下我是什么吧，我是谁吧。好，那你看，在我刚刚所勾勒的这个世界观这个光谱里面，有这么多的差异。好，你有没有扪心自问过，你为什么是站在这个光谱中间的某一段？不相信有未来生命、死后还有生命的，可能纯粹的科学经验主义者。相信有死后生命，可是相信是死后命，你可以是西方宗教师，你可以是东方宗教师，或者不知道有没有死后生命的，或者是没想过这个问题的。那没想过这个问题，可能我要特别讲一下。好，死后有没有生命，会影响到死亡究竟是一堵墙还是一扇门？如果死后就全部都结束了，那很抱歉。我觉得死后就结束了啊！我真的必须说，从哲学的角度，我必须说哈，生命真的还蛮没什么希望可言的。好，生命还会很像是一列火车，但他不知道走到什么时候，旁边一堵墙从天而降下来，砰，他就撞上去，啊，整个车子就车毁人亡。生命还真的会像这样子，这不是只是吓唬人的，是生命的真相就变成是这样。生命整个人生死亡就像是一堵墙，生命就像是去撞墙，这是人生很真实的一个可能性。好，如果你根深蒂固的相信死后没有生命，你就必须接受这种可能性。你接受这种可能性，那接下来说在你要如何去建立积极的人生观？你发现你爱上一个女人，那女人就是你的世界，就是你的全部，但后来你发现她得癌症死了，哇，你的全部没了。但我有这种经验，我第一个太太就是在我44岁的时候得癌症，42岁的时候得癌症，44岁的时候过世，跟我从18岁认识一直到44岁她死。那到现在我虽然再婚了，但她从我整个人生来看，到现在都是我最无法弥补的失落。这个失落对我所造成的创伤，到现在为止都很难，是个很痛苦的经验。我刚一路来都还在想这件事情，这样一个创伤的一个经验。好，
好，所以如果你的希望就寄托在一个你爱的人身上，他就是你的世界。谈恋爱的人不就这样子吗？目中无人，而不是没有他，是没有别人啊。谈恋爱的人目中没有别人，对吧？我得到他，有了他，我就得到了最大的幸福。可是很抱歉啊，我们人是 mortal 意思就是可朽坏的，人是会死的。你以一个可朽坏的人作为你的全部，作为你存在的最终极的价值，你就必须接受。很抱歉，这个有一天会朽坏。好，那另一方面，对于坚持不相信有死后生命的，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天主教徒。好，那我前一阵子看到一则新闻，我的课程常常会用佛教的元素，不然达赖喇嘛的生命智慧是我非常非常的欣赏跟敬佩。前一阵子我就看到一则新闻，我们台湾有一对夫妻不孕，跑去西藏求子，然后果然就生了一个小孩，然后两岁开始就会打坐，好，后来被认证为是活佛。好，三四岁的时候，甚至阿嬷问他我买乐透会不会中，他跟阿嬷说你买不会中，爸爸买会中。好，爸爸去买，果然中了好几百万，然后全部捐给佛教的道场。好，然后十二三岁的时候就被西藏的一个高僧特别出关，已经闭关七八年出来认证他是活佛。好，我看那则新闻其实也蛮震撼，不但因为我一直在研究这些议题，也不是那么震撼，不但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经验。我看到那个父母在谈到把自己儿子献身给佛教，成为一个奉献的僧侣。好，我们中国人多么相信无孝有三，无孝有三，无后悔大。可是你看他们求子，那现在好高兴把儿子奉献给佛教，认为这就是家族无上的荣耀，认为这就是他们最大的意义。我完全没有办法去怀疑这里面的很多我无法理解的真实的真理。好，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恐怖力的基督徒，你相信你的教会之外没有救恩，你头要看出去看一看，多少人，甚至连我刚刚说没办法自圆其说的不相信死后有生命的人，他们当中很多人可能行事为人比你更光明磊落，他们行事为人可能比你更有爱心，你可能还因为你的宗教信仰很容易变成法利赛人，变成一个伪君子。好，所以你看这些问题是不是很重要？但是我们整个国家社会不是不考这些问题，我们整个国家社会就是吃喝拉撒睡，不思考生命最根本的问题，并且从这些最根本的问题的思考来探寻生命可以有的最终极的信念。所以当我们在教孩子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时候，我们是空洞的。好，因为你内心事实上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念的系统去支持你说这一句话，它如果是空洞的，自然不会是感人的。好，这个是我今天在序言那边已经跟大家分享。好，人生应该以快乐为目的，还是应该以爱为目的？好，我就提供大家两个爱的照片，一个是跟男女之间的爱有关系，相爱的两个人，好，觉得我完全属于你，好 ，I'm all yours。爱情是我们经验爱很重要的一个场域，不过那里也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仇恨，好，爱一个人爱到想他死，爱一个人当得不到的时候，没有成人之美。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很多爱情当中，我们在需要之爱、欲求之爱跟给予之爱之间无法维持一个平衡。下面这个是一个宗教的大爱，新的教宗方济各，好，突破了传统。传统的天主教在每年一度的圣周的星期四要重复耶稣给门徒们洗脚的礼仪，为了不是行礼如仪的重复这个形式主义的传统，为了帮助所有人了解
在上位的就要为在下位的服务。好，所以有这个着主礼。那每年的教宗的着主礼，他都会给12个天主教徒，而且是12个男性的司铎。天主教没有女神，没有女神父，神父自然是顾名思义就是男的嘛。好，所以他的中性的说法叫司铎 priest。所以天主教只有男司铎，没有女司铎。其他的一些基督教派，圣公会是有女司铎。好，天主教没有。那传统的天主教的教宗在每年圣周四的着主礼，就是给12个神父，我用普通的话来讲，给12个神父洗脚。新的这个教宗很特别，他不但没有在拉特朗大殿给12个司铎洗脚，他去了罗马市郊的一个青少年矫正学校，去那里不分是不是天主教徒，不分是男的是女的，好，来找了12个青少年，象征耶稣12位门徒，好，给他们洗脚。其中这一位是一个穆斯林，一个女性的穆斯林，一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女孩子。好，所以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震撼，也让长期以来天主教跟回教之间的裂痕得到很大的一个 reconciliation。好，所以回教的阿兹哈尔那个大学是回教非常。伊斯兰教，回教是一个比较 pejorative， 比较好，就像我们不要叫 Negro， 啊，那叫 African American， 好，是一个比较，但就像我们现在会讲残障，我们讲身心障碍，好，所以就引发了这个天主教跟伊斯兰教现在新的一个对话，好，所以爱有很多的层次。有男女之间的亲情的，有友谊的，应该不知道什么是爱，是不是很值得研究？但是爱跟我自己的生命的意义有什么关系？可以以爱作为生命最高的意义吗？为什么？如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好，那如果以爱为人生最高的目的，它跟快乐有什么关系？刚刚讲到自由和快乐之本，好，我会想到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故事，一个比喻。好，所以有一天你来到天堂的门口。上帝一定会问你两个问题，好，会问我们每一个人两个问题，才决定要不要把这个门打开来让你进去。第一个问题是，你这一生过得快乐吗？啊，不快乐的人不能进天国啊，所以一生过得快乐很重要啊。可是这个问题就值得你去审视什么样的快乐。自私的人会不会快乐？成天跟别人计较的人会快乐？我一定要把所有人踩在我下面。我很骄傲，对不对？我很快乐。好，所以你看，这第一个问题其实也很有趣。难怪达赖喇嘛会以他作为人生最高的目标，他的确有那个法相，可以作为人生最高的一个价值。好，但是还有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一生有让你旁边的人快乐吗？好，你的一生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第二个问题是，你的一生有没有让你旁边的人快乐？好，那事实上这两个是彼此是关系很密切。好，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自己的亲身的体验，我们怎么样透过生命当中的大大小小的经验，正面的经验，还有负面的经验，不快乐的经验，一个一生从来没有让别人快乐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会快乐吗？就一个人从来不让别人快乐，他会快乐吗？好，其实问题还可以延伸下去，变成，我想你们当中很多人应该思考过一个问题：死了以后谁会纪念我？如果你一生从来没有让旁边的人快乐过，死了你死的时候恐怕不会有什么人纪念你。连你一生都常常让人快乐，你都会发现一件事情：100年以后，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纪念你。好。因为100年以后，原本跟你之间有很深刻互动、很深深被你爱的人，他们也都死了。好，所以渐渐你们就进入历史，变成历史中的灰烬。所以你看，这就连接到我前面那个死后到底有没有存在的问题。所以你要谈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目的，你怎么能够不处理到这些终极性的课题？这些终极性的课题，你如果是盲昧无知的，或者是……你是断然就因为科学主义、经验主义，你就采取了一个死亡就是一切的结束，那你就是采取了一个
人生就是去撞墙的人生观。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很重要，我不管你现在是采取哪一种人生观哈，就是人生最终极的想象，对人生最终极的信念哈，你可能要更深去问一个问题呢，你为什么接受这个信念？你真的有那么大的把握你的信念是对的吗？你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要相信一个人是上帝，你知道相信一个人是上帝对伊斯兰教徒就是最大的亵渎，对神的亵渎，对上帝的亵渎，对希腊人是哲学家，对希腊人就最大的愚蠢，哪有人会相信另外一个人是上帝的？那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这是一个在哲学家眼中、希腊人眼中是愚蠢，在伊斯兰教徒眼中是亵渎上帝。你怎么会有这种思想？你为什么要出基督徒？难道你不觉得你相信耶稣是上帝值得这样被挑战，值得这样被问吗？难道你不该自己问这个问题，再来看你要不要受洗成为基督徒吗？还是你只是因为团契太温暖了，好，带给你太多的精神上的安慰了？好，既然团契人都信，那当然我也信了。你这种信念有什么可以拿去跟别人分享的？你没有准备好自己说你跟动自己情的基础，有关于人生的终极信念。好，所以就是我不管你是采取哪一种人，现阶段你有什么样的人生中的信念，难道不值得你去审视一下我为什么有这个信念？后面的理据充不充分？有没有解构的可能性？有没有在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有的，有的。就算你已经有特定宗教信仰，你都不要以为你的宗教信仰就停在现在这样子。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很诚实的去稍微读一下达赖喇嘛的话，我认识好多基督徒，佛教庙子都不进去的，认为那是充满了撒旦的地方。好，或者认为常拜清真我佛的一定都是失恋的人跑去当和尚了，当比丘尼去了。真的是这样吗？还是你自己想象的刻板印象？连续剧看太多了，不要因为没接触就妄下判断，不要因为怕松动你自己原本的信念就不敢接触。我们要肯定自己的终极信念，不是借着否定别人的终极信念。所以你看这些课题是不是对我们都有很多要学习的功课？我如何肯定自己的终极信念，又能够容忍或甚至进一步欣赏别人的终极信念？所以是不是有很多需要学习的课题？好，所以这边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一个信念啊，是人生无常，唯爱永恒。在爱的经验当中，我们可以遥望一个永恒的生命。这个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你大概都可以经验到。当然，如果你对于刚刚的门啊、墙啊，已经有比较深的对你的生命的冲撞，你可能会需要某种的宗教信仰来安顿你的这个生命的终极信念。好，可是你也不能随便找一个宗教信仰啊，是不是？啊，随便找的他也没办法成为你的安顿。但是必须要经过一个奋斗的寻求的一个过程，所以有些人已经很幸运，有特定的宗教信仰作为他生命的一个最终极的一个指南针，那固然很好。可是这样的伙伴也还是需要在生命的个体上持续的去精进，而且特别是要把这个你自己的信念系统当中所肯定的如何行走江湖、如何行走人生的那些核心价值，要能够把它生活出来。好，至于还没有特定的宗教缘分的人，我觉得也不用觉得好像我比较像飘荡在这个宇宙之间。其实，在每一个你的爱的经验或不爱，在不爱的经验当中，你就经验到，也就已经提前经验到撞墙的荒谬哦，不合理、不和谐的黑暗跟还有丑陋哦，在我们被爱跟爱的经验当中，你就已经经验到哇，不虚此生，有种永恒感。所以就在你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当中，对爱的信念当中，你好好的生活，我觉得也就够了。因为讲到底啊，爱也是
是东西方两大宗教的共同的核心价值。好，对西方宗教而言，上帝就是爱。好，所以你们要做基督徒，你就是要去爱。去爱就是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爱的步伐。背着十字架就是爱是要牺牲自己，爱是会接受一些痛苦的。 To love is to be vulnerable。 用佛教这边的话语来说，小云法师给佛教两个字的诠释，一个就是智慧，一个是慈悲。而且悲智是交互为用，所谓悲智双运，越有智慧的人就越明白慈悲是人生最核心的价值。一个人懂了一大堆的经书佛法，却不能在生活当中慈悲，却在生活当中被表象所蒙蔽，看到一个身上有异味的老人家就认为他不值一顾。好，很可能你们有没有听过唐三藏取经的故事？好，他有一次在讲小圣的佛法，因为他只懂小圣的佛法，在道场当中来了一个拉力头的年轻的和尚，他不是一拜宗师，穿的法服非常非常的庄严华贵。这个拉力头和尚就说：“你不知道还有，你讲得很好，但你不知道还有更好的大圣的佛法。”不过唐三藏一听：“你什么玩意儿？这是我的场子，你是来踢馆的吗？”好。而不是走向前去啊，请问这位师父，什么是大圣佛法？在哪里可以看到大圣佛法的经典？如果他没有这样去问他，这个拉力头和尚就不会转变一个像，其实是观世音菩萨。就你头先看到的只是一个拉力头，事实上他是观世音菩萨。但是如果你骄傲，你心中对人没有慈悲心，骄傲的人不可能有慈悲心，因为骄傲的人我最好最重要啊，你是什么玩意儿，对不对？啊，所以他的不骄傲，他的慈悲心让他看到真理，让他开始发觉到自己不足，而且发觉进一步的去探问哪里有金，西天有金，所以西游记，而且心动不如行动，就那。你要先要探索真理，探索人生的真相，然后找到一条路在哪里，西天。哎，我现在就用《西游记》来解释人生三问好了，这是我临时想到的哈，不是原本预备好的哈，是现在跟你们分享这样的一个场的气的流动的一种能量，让我突然有这样一个 insight。好，你说他的爱，他的慈悲，其实讲完这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哈。就启发了他去不耻下问，这一不耻下问不得了，他就突破了那个色相的障碍。烂泥头的小和尚穿得破破烂烂的，好，就呈现出他的观世音的本尊的形象来。一问，哎，果然小圣佛法不如大圣佛法，我有缺，我才能自己不足，在哪里？人应如何生活？在西天，所以《西游记》。好，然后接下来，你如果嫌路途遥远，好，你没办法离开你的舒适圈。好，我当个基督徒很好啊，好，所有的活佛都是假，都是骗人。西藏佛教找转世灵童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在我们信仰系统里面没有那回事，那他们说有那回事，他们就讲我在我自己的舒适圈里，你就没有办法心动不如行动，展开求经，追求更大更高的真理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朝圣旅途，是不是？好，我想这样子可能也差不多了，就是人生三问大致上到这边。